你姐怀孕无法满足我。男害少女怀孕再性侵妹妹。彰化一名20岁谢姓男子，父母离异，工作不稳定。四年前他与一名读国二的少女交往，女友父亲好心收留，让他搬进家中。没想到他隔年搞大女友肚子，因他承诺要结婚共组家庭，获检方还起诉。没想到你姐怀孕无法满足我的需求，他又告诉女友读小五的妹妹，拐妹妹上床。之后他与女友吵架闹翻，但仍与女友的妹妹来往，直到去年五月，妹妹才向姐姐坦诚此事。彰化地院审理认定他拐女友妹妹上床三次，对少女造成身心负面影响，不可轻恕，因此依妨害性自主罪判刑四年半。现在这个姐姐是就是专门照顾那个小的，未来这个小妈妈的她整个的身心状况，我会请她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评估。这个妹妹哈，社工的评估是没有创伤症候群，还算还好这样，可是还会持续追踪。动新闻彰化报道。苹果爆料拿200万，第一周冠军出炉，恭喜高先生独得奖金20万元，点阅数25万次。低主播特别奖 A 小姐独得奖金10万元，爆料一举数得6月每周20万，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您。